电视吗？是超大电视，投影机那真的太小了。这样子飞着人家家里。没关系啊，有钱人就是给人家看。你按一下电铃，然后说我可以参观一下，他就可以带你进去参观了。你跟他说我对你家电视有意思。哦、oh, ，我要买那台电视。问一下那台电视型号。然后他就报警了，说有人想偷我家电视。这么开心？对我家电视有意思。